很伤，其实哦，下半部这里画面放大，代表说是要出事了吗？不会，这死不了，这反而是新多要出事啦！就是下路出事了，交出了闪现，一个奥数先过去，伤害差了这么一点点，胡桃这里要崩了，哇，遇到了一个手雷，最后这个人头是交给了人豪，他们刚刚直接来到后方，一直没闪，手雷完了，这里被晕到，死了，这死了，在后续近爪夜精到了，直接往前再 A 一下，轻松拿下，这个龙守不了，直接被他来了，闪现走应该可以了，直接被熊抱给转起来之后，后续的第二段伤害，预示着打掉的时候，哇，好，有人回家慢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啊，你怎么在这？糟糕了，他现在上来，这个人头可能得交在了一破局的身上。那下半部的话，这里就危险了，开启了这刀 TP 下来，想要来救。TP 晚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这里的话有看到自己的队友是已经倒地，交出了闪现，但是人头还有一个大招。哎呀，交出了这些闪现，最后连大招的这个指令脉冲也没中。哎，我们先看这一波，我来，他准备要来推了，还在拿位置。刘奎山也要准备出手吗？我觉得死了，主要就是跑不掉，两个都有闪现，所以就挡住没有用啊，还是要死，要闪现过去，这感觉跑不掉。隐患，嘟嘟嘟嘟，再跳个 Q 啊，四 D 没了，完了啊，大拔，还打赢了，大绝，他才两刀这样传，两个都有闪现，要死了，活不了。哇，瞬间秒掉 ，shut down， 大拔拔拔拔，啊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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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，九个推啊，这个效果好像普通，但是悟空来了，直接转了过来，一碰就被瞬间秒杀。但是这个二段的无极风暴直接走了进去，周润迪也被留住。在温泉前给到的是一个超能解放，但是伤害是完全不足。他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剧院，他直接走在了最前面，他完全不怕，甚至剧院都没有被打掉。他们想杀人，他们不想狙。你们前期打我们下路打得这么惨，这个人头怎么能放过？最后4-7的人头数，他们拿下了胜利。